这是以前的图片，就是你帮我们认一下是哪些建筑。这个是断水的时候造的，你说的。哎，断水的时候，哦，断水的时候。这是不是毛坝？不就是不是毛坝？毛坝小学哈。毛坝小学。它是三个阶段。应该是毛坝小学。毛坝小学。哦，记一个。这三个，我今天把特地整理了一下，这三个都是一个地方。对对对，这四个。毛坝小学。我就记一张就可以了。哎，不记，一块看不出来。嗯。这样子的，我把公共建筑清出来了，主要人公共建筑。哦。商业建筑和住宅楼就不在了，就不管了。这些都是学校，这公共建筑。会不会是偏科小学？哎，我是5月16号去的北川，跟这位谢老师，我们一起到北川中学那个现场。以前我晓得一些情况，就是北川这个地方遗址是个地方遗址。 你像我晓得一些情况，就是北川这个地方遗址是个地震带有地震危险，而且当地遗址有包饺子的说法，他为啥子就不能逃过这一关，逃过这一劫？发现了他有地震危险，但是没逃避，这也是一个人为艺术。还有是作为地震这个七度烈度区，这个哈七度设防的这个烈度区内，我们建筑。 全部都没达到七度设防，这点也是一些人为因素。像是不是？哎，七度达到七度没？肯定没达到。七度是有这个建筑规范要求的，它是有标准的，哦，这肯定是没达到。为啥子后来要说这个是汶川地震呢？汶川是四川省的，就是防震减灾这个十年规划的四川省的示范县。 它的建筑全部达到七度，就是按照七度设防，所以建筑总的倒塌，这个 10%几，这个人员这个伤亡就是 6.6%几，所以就坚持汶川地震，因为它损失很小。 哟，西里啦啦呀，西呀啦撒哟，哦呀西里啦啦呀，西呀啦撒，喂呀啦撒，荷塘的花哟，为什么给外海明亮啊？请个杂酒为什么给外海穿香？哎，只因为现代人欢聚一堂哟。 哦，在这样明亮呀，就在人民凉，川香的芬芳，拉拉萨。正在重建中的几个重灾区呢，意外发展出了灾区一日游，来这个旅游经济。 由于价格实惠，很受游客的欢迎。四川四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我们也不要忘记北川这个群居覆没的地方。那北川老县城呢，从昨天下午2点多开始，到13号下午3点钟，县政府已经是正式对外开放，对我们民众凭吊。那地震灾区一日游的班车于早上8点钟左右从成都出发，晚上6点左右返回成都。发车班次根据客流变化随时调整，不过线路已经基本确定。 地震灾区一日游全程265公里，初步定价为每人96元，包括车费、门票费、午餐费和全程导游讲解费。很多游客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哎，所以说，假如说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想去一下，去看一看。成都台记者张月杰报道。 他们，金龙。他们不是有传，我说你们传达老师。真的呀？嗯，你们传达。他们就国保啊？他们不是国保，他们国那个是教育局的。教育局的咋个？
后画面的对比，真的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真的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美的建筑竟然是在遭受了这么大灾难的这样一群农民面前所创造的奇迹。地震当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北川老县城建设成北川地震纪念旅游区，并且计划申请世界自然遗产。根据绵阳市的旅游业恢复重建规划，北川老县城、唐家山堰泽湖等地震遗迹将被保存下来，并结合安县茶坪、高川等建成纪念旅游区。这一项目以缅怀地震遇难者，弘扬北川抗震精神和地震科普为主题，同时在北川任家坪村建设国家地震救援。你们今年还捐了物过来？哦，我们昨天捐了35000块钱嘛。是你们的公司？不是，是个人，是车友品牌的所有的，你都不能靠，他的俱乐部的会员。哦，你们是车友？对，他是那个就是这儿啊，我在这儿等你哇。对英，这个什么？我在这儿等你哈。来到北川，北川中学。也是我最后一次到北川中学，然后后来那个欧阳凤娟的母亲跟我谈起这个事儿，他说这个有一个学生家长叫母永贤，他说他拿到了职工服。而在此之前呢，我从北川陈家坝的一些北川遇难学生家长里也听说了，说有三个北川遇难学生家长，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拿到了这个职工图，跑到北京去上访去了。然后当时我和北京的志愿者呢也在联系，我想我们是不是能够联系上这个人，那时候两会期间嘛，把这个施工图呢，就是把这个学生家长呢引荐到人大啊，引荐到人大，这样的话省得怕他们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就影响我们社会的形象呢，影响政府的形象的这样一些行为啊。那么后来没有联系上，所以我这次听到欧阳凤娟的母亲讲，她说有家长拿到施工图，我就很敏感，然后马上就打车，我就到绵阳，到绵阳。你说敏感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施工图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事情。电话就停电了。哎呀，我今天不早点给我打电话，你说要来吗？啥子？还有就是新北川中学呢，明天奠基仪式，村里他们这两个反正都必须要来。就说的是冯涛说今天下午就要来的，但他们去了过后，在网上也发布的多，没有现在你看到的。那个王晓东发上去的，还抓王晓东，都抓王晓东，我要把他抢到上海来。什么人？真的上海。那人家这天给公安打电话，伢说在上海，人家用公安电话打过来千万亿的。那他可能又跑到上海去了。啊，可以晓得深的，跑上海嘛，因为是他老汉儿说在上海那个单位上，王晓东老汉儿。那个图纸你们究竟看到了过没？图纸，他给我妈图纸是糊纹的，看不啥清楚。一个幼儿园原件，原件在他们手里，我们这么得，晓得没？有原件，说多大的，多大几张，10张那种。都没懂建筑的。哦，懂建筑的就，你必须要懂建筑的人，你才搞得懂那个图纸。然后呢？要他们把那个呢，他们把那个呢都写出来的，图纸的对比图呢，那个就是上方形的高头。写的，你们在打包。我差一个附件，找他们还是可以找来吧。
装水工程师来对比啊。好，当时学生家长在此之前也是跟我说拿到了这个施工图，那么这个是作为北川中学它是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对它进行鉴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有施工图，有地质报告，还有这些倒塌的废墟的这些鉴定，那么这它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纪委，我是3月14号下午3点半记的，那么中纪委呢是3月15号下午3点半他签收的，这有中纪委的，他中纪委收有章，那么就说中纪委已经拿到了这个我提供的这个材料，所以他们会很恨我，因为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这些人呢在四川的话。你听我说哈，就说他们说是刘七宝有批复，那么你看到刘七宝给你这个批复没了？刘七宝确实有这个批复啊，说你向海外传递情报。哦，你是亲眼看到了有这么一份文件，那这个文件它的标题你清不清楚呢？那这一个文件本身是你们绵阳市公安局给你的呢，还是成都那边公安局给的呢？绵阳市公安局给你的个，不代表省政府，我们是民间的，民间力量，我们不代表任何一方，我们只是我们代表中立方嘛，应该说是中间。我从成都过来了，我交了谢一份，哈，有一个那个地震的报告呢，我是放在网上的，然后你说他5点半下班了。然后我就在这里等他，然后这个是一个公用电话，我就在想我暂时不离开。好，请问你是他爱人吗？这个号码我也不清楚。哎，你应该是宝妈送过来的。我找不到你，晓得吗？我不得你的电话，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是哈儿晚上呢？要吃饭噶？哦，你还有工程的意思？那个地方以前是水上兽。是孩子上学的地方，也是孩子我每个星期盼望孩子回来的地方，是孩子在里面接受教育的地方，但现在就是他的埋葬地，我无论如何的话都会赶回那个地方。北川中学是绵阳市的重点中学，校园由多座建筑物组成，有教学楼、办公楼和宿舍等等，损毁的程度各有不同。很多北川中学的老师听过，他们都说这个话题太敏感，不敢多说。离开学校，刘老师想回去在完成的家，同埋太太也都唯有回。他高级好多班的呀，他是高一。这就是我们在找到的北川中学的教学楼设计图。一共我记得是16张施工图，但是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电气安装图啊、水电图、啊，这都不重要。它关键是这16张施工图，我把它拍下来，还有他写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我拍下来。拍下来之后，我就马不停蹄，我就连夜就回了成都。我到成都是14号的早上6点，然后下午就把它直接寄给中纪委。
他发给我，我不是给他技术鉴定啊，改那些文字，然后发了一套那个施工图和那个现场调查的那些照片什么，对。这个就是大概一周年那个，当时就是有传闻说中纪委要查嘛，我觉得可能跟那个王向东那个事儿有关系，就有这个传闻说中纪委要查。那南都的态度是这样的，南都就说那我们先等一等，现在不敢自己贸然发，你不知道这个政治的这个气候这个潮流往哪个方向转。那如果中纪委真要这个下令下来查的时候，南都马上就跟上，这篇报道就推出来了就可以了，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但是和那个新华社沟通的时候，他们那个主编我记得是个男的，就非常的露骨。你看我说我已经拿到了这个北川中学的施工图，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施工图呢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面。他当时就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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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了三个不要，他说了三个不要。这是几月几号？是3月16号。那后来我说南都不让发，我们能不能民间就给你发了？南都又有一个态度，就是既然他们也花了这个精力了啊，花了这个钱，派左志英去做这个调查，还是希望再等一等，就这么一等就等到现在，就永远看起来就永远不可能再发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北川。是今年因为是一个宣传上非常敏感的年份。媒体首先得到的信息是今年是非常敏感的，非常紧张的，不能乱做。但是媒体同时也知道在512周年应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早之前就在开始讨论我们做什么。大家又怕如果什么都做不了，那我们对不起自己。但是呢，如果只能做一些很扭曲的东西，那更对不起自己，甚至变成作秀。所以也有媒体说我们那么什么都不做，也有媒体说我没参加这样的专门为校舍垮塌的电会，好像是可能新闻各方面宣传方面有一个调子嘛，就是都往重建去说，啊，这个事儿好像就按下不表，好像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凭个人之力，你也就得到的就是一些常识啊、经验啊，啊或直观的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技术鉴定啊，就特别在如果在司法上要起作用的话，那就。更要就是更多环节，还需要更加实在的一些调研了，啊。我觉得应该是国家来做，个人是很难做的。如果国家来，应该是就应该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嘛。那还是要有一帮真正的有良心的专家，真正想把这个事情搞得水落石出的啊，还不是一般人去看看那样判断一下，我们也可以。从专业的常识的角度去说一下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那种意义上的证据。我是用了个木头架子，上面放了一块那个故宫里边换下来的那个地砖，这个地砖上就都是每个监制的官员都刻着字儿，出了事儿谁负责，就是在这儿，这是质量意识。给皇上的质量意识，你看那个字，你拍一下。哎，它这个金砖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是在江南造的，用河里的特别细的淤泥，然后很好的工艺，它叫金砖。就是我看了一下，独造官是江南苏州府知府魁元。对呀，啊，这个质量就是铁板钉钉的嘛。就是这块砖坏了，那个官就要这个官就要负责的，就要负责任哈。嗯，隔多少年换一下，换下来以后就变成民间的那种收藏。嗯，多实在啊！就是突然出了一个崴了下脚，肯定要杀头。肯定要杀头。
你们现在对面都倒了，这一条街就是老街了。或你们能进到里面去看，那教室里面的桌子都是加过固的，然后还有铁那个石头做的栏杆全部换成了铁的栏杆，减轻它整栋大楼的重量。然后就是这些措施，正是因为这些措施到位了，然后才保证了这栋楼的安全。因为这栋楼当时我们叶校长来的时候呢，它也算是一栋危楼了，然后我们叶校长经过几年的努力，然后筹措到资金把这栋楼进行了加固的。这又是电视里面报道的经过了加固的一栋楼，就是这栋楼。地震的部分我就从这里，本身这个门是关着的，我是一下子推开，就到这个位置，然后就大声的招呼学生蹲下，大声的招呼学生蹲下蹲下，那学生特别听话，就马上跳到桌子下边，然后我就看到灯管啊晃来晃去，哎，我也随着这个楼，随着这个楼的晃动就这样晃动，我也随着这个东西晃动晃动，然后把学生招呼到，我当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应该跟和学生在一起。像刚才你在下边说这个加固的地方，你看就这个地方，这个柱子，作为我们这个教室比较特别的，我起初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这柱子特意后来加上去的，就这加这么宽，这么宽的一个柱子，这么每一层楼，每一个教室都有，大概一个教室加了四根柱子，使这个楼也是支撑了这个楼。我后来听人说，这个楼本身修的不是很好吧，因为当时的建筑标准比较低，还有资金方方面面的。我们叶校长呢是当校长过后呢，他是跑上跑下要钱维修加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杰作，一个是救命的柱子。都担心了，如果真的要垮的话，这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组织学生吧就是从那个通道跑出来过后，就直接从那边出去，然后顺着这个走廊吧，那就跑到那个口子，你可以看那个口子就是插了一个旗子的口子。我们的当时的初三的学生呢，就大概在这个学生那几个娃娃骑车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基本上围在这个地方。这我们学校一共是31个班，学生人数呢是2200多吧，将近2300左右。这次大地震中，我们老师学生是没一个人上网的。这里离北川中学有多远呢？应该是30-40里吧，应该是不是很远，大概车程就是可能1个小时左右吧。小点，我们要小点，小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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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是这个确实是真的，如果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诊断出这些问题确实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北川中学这个学校哈、啊，它的这个建造是确实存在着这个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这个施工质量问题。比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施工规范里规定啊，在这个浇筑混凝土的这个柱子里面啊，那个碎石一般不倾向于用鹅卵石，因为鹅卵石比较光滑啊，它那个水泥的附着力很弱了，用碎石子儿那个直径不能大于这个2公分。然后这个家长拍了这个照片啊，在这个倒下来的一个柱子里面，发现就有个十几公分的一个大鹅卵石，几乎占了那个柱子那个断面的一大半。就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混凝土的钢筋啊，那个中间一个大的圆滑的鹅卵石来担的这个中间的话，这个柱子是多么的这个脆弱。好，类似这个问题，这家长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列的比较清楚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材料啊，足够的就是如果政府啊，如果这个质检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愿意进一步推动这个调查的话，这个材料足够清楚的来揭示确实存在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施工问题啊。但是呢，另外一步就是如果政府不支持进一步调查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它没办法有一个定量的全面的一个结论。比如说这一根柱子有这个问题，到底多少根柱子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这现在很多柱子倒得乱七八糟，我们能不能一个一个再对位再复原回去，然后这混凝土的标号存不存在偷工减料问题，这个需要拿回去检测啊，各种各样这种技术性的这个检验和调查需要政府来认可才能进行啊，至少说需要政府能认可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去做，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施工环节中，质检部门、监理部门，他们的文件每一步他们都有文件，每一步他们或者理应该有相应的文件来记录的。那么呢，如果政府愿意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出来。桌子不好了，刀还抽的吗？还抽吗？监理人员今后不要与检查人员发生争吵，检查人员是代表执法部门来检查。然后我们去了建设厅，把资料放给到建设厅。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我们说我们是反映这个豆腐渣工程的，到了那个建设厅门口嘛，他就有一个警备，刚正好给一个就是一个专门去收集资料的一个姓徐的一个大爷，有50多岁，他说我只管收资料，但我会尽快把这个资料的话交到我们领导手里。你交了哪些资料过去？像就是在北川中学拍的一些光盘，包括就是我们就是做的那些对比表，包括就是我们拍的就在中学拍那些照片嘛，就是那豆腐渣工程一些照片，一张图，就是很明显的看就是豆腐渣工程，就是那个大街长度的话很小，一看就是锈钢筋的那种。这哪个石头混凝土？这咋不混凝土啊？
根据啥子印证噻？捡到这一坨，这一坨不带捡到，而且捡到我们往口袋中到。哦。这个往口袋中到，口袋有个木屑的。这个这个根茎这么多噻？看看这是哪里的？看看这是在夹子当中一坨嘛？这是连雪岭搞的。啊、嗯。连雪岭搞的混凝土。它全部。我们还有没有法雕？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哎。他这个根茎哪没这种做法？这根茎还是在说放在下头，堆起来噻。这个有法写，哪有纸啊？录的时候没写到高头。打的啥混凝土啊？这个嘛。哪个？好久了。星期四下午要求他们领导了，都是现场的。你原来搞建筑嘛？我本来就搞建筑的，他这就麻上锅。焊这个高头焊，把安都没安到这个，在哪里出地的焊的这个？在哪出地的焊的这个？都是好有钱，都是把村里面就是这样，然后他打那个打焊就要搞这个砖块就得行。这二都不了三十二吧，几小时？这四十，这四百大。那正规的就十五到二十五，按正规的，按正规的就十五公分。按租金，租这个租金，这个是租金，晓得吧？这个应该松山金。哦，这个租金。这个下来。这么大一座，这是。钢筋只有四根，十六大的。哎，只有四根。附近的搭接长度只有四公分，四公分的搭接长度。昨天有一个那个就是省建省那个建设厅一个那个吴大姐的话，特别同情我们。她说：“我把我们处长的电话给你一个，你给他直接打。我已经把这个资料已经送到了。”因为我们十一号去的，十二号他就送到了，然后早上，并且一早上一上班的时候让我打电话。你给处长打电话？我打了。处长说收到了。他刚开始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这是地震造成的，地震是天灾，不要太悲痛，就是反正就是劝慰的话吧。后来他说了以后，我说地震的话会不会把钢筋变细？地震的话会不会把那个构造柱变小？地震会不会把钢筋的那个标号变低？我说地震会不会把钢筋那个合格的钢筋变成不合格的钢筋？他说这个话绝对不会改变。绵阳离成都很近，我都随时可以跟你交流，我的电话号码，我说了我电话号码，我可以随时到成都去跟你见面，是这样说的。他怎么回答？他说好嘛，因为我要赶着去北川那个学校嘛，昨天是五月十二号嘛。你再讲一下地址。我们一直是冒着敌人的头访问了家长，然后那个他们旁边都有人打招呼，我跟他讲说看到记者就要报告，结果就果然把警察叫来了。刚才怎么问起来的？那大爷啊，对，他就突然那个就看到你在拍东西嘛，他
事，然后过来看了，对，好稀奇。然后他就过来问，他说你在这拍什么？然后那个我跟他讲了，我们做一个节目宣传的，带走了。那个学术质量问题成为倒塌的原因之一。那么按照国家的法律，该追究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确实有问题，那确认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包括那个时候，你觉得我就是要提起赔偿，那也可以赔，那法院判得到，判得到。我亲爱的娃娃，你在天堂里还好吗？他说那个四川省政法部门对自然灾害中公共建筑能否免于质量追究这一命题，在法律上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地震中建筑物垮塌引发的赔偿问题，不始于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予以解决，几乎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共识。他不主张追究建筑质量问题。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说除了高强度地震作为不可抗力之外，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的标准规范存在不足。他说这就不是每个人的责任。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30，成龙乘坐的 CH4312航班准时抵达成都。成龙成都行特意带来了龙的传人新奇小福。尽管工作非常繁忙，成龙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北京，我除了飞就是飞。北京，一早起来我都不知道我在哪。抵达后台，成龙意外碰见了蔡国庆、阎维文等许多老朋友，一时兴起向大家学习敬军礼。要不见面。